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定义你的不是武器本身。圆规人，圆规人啊，圆规人，来一把圆规人。为什么不看川川？感觉不太好。这个你们自己去讨论去吧，我就不看了。我回家了。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。全军出击。算了，这没必要回家，这马上回满了，这不回了。正好上线，我们的这个骸骨镀层也好了，挺好。先来两个 Q。Q 我们就平 A。剑姬的英雄一级对拼是真他妈的狠。不打了，他马上升了，好吧。我们是多兰盾，他是多兰剑。我们有回血，他没有回血。慈悲是一种我无法承担的奢侈。打不了一手，我可没有意啊，不好杀。你要不一 Q 还可以接受。谢谢老板们的飞机啊，现在有三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还有20秒开奖，这波打不了中。踹一脚，一一过来 A 一下走了，打不了一手，走呗。一下，打不了一手，慢慢耗，他已经没有血了，看没？恭喜青卫带蓝，一过来 A Q A 接拉起，打不了一手跑了，可以让他跑，我们还有个饼干没吃呢。不急啊，像饼干这种东西还是很好办的。打不了一下，没蓝了，把药吃了，不要放E。他补这个兵，我们打不了。大家如果有大气可以送点大气，我们还行，给他换了可以接受。
感谢没有感情的菠萝。哎，这青钢影的英雄就是杀人稍微有点慢，他得耗，慢慢耗，慢慢耗，跟这个人耗 ，W 一下 ，E 一下 ，E 过来 ，Q 一下 ，A 接拉起。你像我这边有大，我都没办法杀他 ，Q 一下 ，W 一手拉回来。保留一下，队友让我走，行，那我就走，先插个眼儿。他已经没药了，我们还有两瓶药，先打保留一下 Q 一下。哎，我就没明白了，先走这波，我就没明白一个事儿了，刚才那个弱点是怎么打到我的呢？扣一下，拉起走了。真他妈疼啊！打不了一手，大度点烟接 Q， 再接一个 Q， 这英雄打人呢，属实是有点过分。着急了，还是着急了，再耗点血好了，这血没耗到位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第二段那个 E 打人太痛了，呀，天赋吃亏不是，你像这种卡密尔这个英雄啊，就是你就只能跟别人耗，你知道吧，跟别人耗，你不能跟他打一波，你跟他打一波就得他血量足够斩杀了那才能行，你知道吧。你看，得他的血量足够，我们能斩杀他，我们才能把他杀了。他这英雄没爆发。
我都没明白这艾克要过来干啥嘞。哎呦我操，小伙子，哼，我知道他可能要 R 回来，哼，但是我为什么还得上呢？哎呀，我真是有点傻逼呀，傻逼了。守波塔吧，小伙子。不行啊，不能这样玩，不能这样玩。狼了一波。过往的残酷回忆不会随着凝碎而消解。给我露出一个破腚是吧？好，他从右边来了。我们就把兵线卡在这儿，他俩也越不了塔，没事。小龙拿了，挺好的。敌不动，我不动，我不出来了。我看他能蹲到什么时候。来人了。派克来了。艾克，派克，你不让我踹算了。哎呀我的天哪，加速没追上。我等 W 他 Q 不也好了吗？他不一样戳我吗？这能等 W 技能吗？追他呀，他加速追呀。不是我等 W， 他是不是 Q 也好了？刚才我 W 都没好，他 Q 都好了。我 W 好了，他 Q 不更好了吗？我们只能追他呀。我 W 技能要先抬手，他 Q 不用抬手啊，这能一样吗？不行了，这不能再上了，走了。我在草里，他没有视野，那他直接往里抠，我不也死吗？这不一样的吗？
你要说我刚才死了没打过他那倒行，但你要说让我等 W 这肯定是不对的。别死啊 ！Nice 兄弟，这我得踹他一脚。下件装备提亚马特。走，小龙来一波。我来了。有这么痛吗？我操，这哎，这派克十个人头！哎呀，这我是没想到的呀。我要知道他十个人头，我真的是不演。我实在是没想到这艾克这么猛，派克600块，看看人搁哪啊？来，我有大。你回不去的兄弟，挖起来，好，杀剑尖儿来，给个人头，没有人头，杀戮推下，这也行啊。注意了，小子，也许下一次你能做对了。我要你在哪里？赶紧过来帮着皎月把他打了啊！先把派克杀了，600块呀，700块。我来吧呢，先走嘞，撤，拉起来接闪现，螳螂上来了，好，螳螂给大，先杀女警，先杀艾克蓝刀锋，想秒我，走不了，人呢？同时一种
回家了。干嘛呀这？回家。不行了，兄弟，我实在是没蓝了啊！我得走了，这不得回家，我2900块钱。下路带波线儿，鱼影，鱼影，一个人，哎呀。先别上啊，这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先杀着刀锋 A 阶拉起走位呀，这走位都能给我打断了，这怎么的呢，这人一一回来 A 阶拉给我打死的，挺骚啊这小派克，不过没用，我有队友，你有吗？600块钱。这个剑尖应该打不过我，我们一等级比他高，二他装备没我好。除非他旁边有人儿。走去中路看一眼啊，看看这女警能不能杀。嗯，我故意没意思，艾克是不是打把大放了，大柱吧，220有点便宜啊，我的闪现呢，我摁了闪现啊，我操，我大意了，没有闪，这怎么能没闪出来呢，我大意了，没有闪，这波操作有点变形啊，其实我有点分心了，你知道吧，
刚才想着这到底怎么反驳刚才那小子。我刚才把那个剑尖给他大住以后，我们跟配合皎月把他杀了，然后非得有个人在那耶打不过你，就非得要反驳我一手。我在想怎么用我的这个言语既不伤人又很文明，用的很有哲理来反驳他一下，没想到一时。不能打呢呀，我操干哈呢兄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怎么踩夹了呢？拉起点燃 A2 吹波扣，俺俩打不了算了，推中吧。来吧呢，咋的了？打不完。先把红拿了啊，在这等。哎，不等，对面好像去打小龙去了，但我估计应该赶不上了，他们打得很快的，那小龙基本上2秒就没了。这波看看能不能打啊，想一下。拉起，我这姿势不错呀，往哪跑？嗯，哎呦，跑，你能跑，我就不叫兰陵汉。哎，又一波吹一波扣，又是一波吹波扣，已经有点无敌了。我就没明白这有什么好装的，你是走。怎么回事？加油，兄弟们！不拆了，走吧，差不多了。打个蓝去，这螳螂蓝自己拿吧，我们就不帮他拿了。把这个卖了，来一个九头蛇，
最后我们再来个携手就可以了。EW大度 Q 一下点人接拉起好拽 A 接 Q 接九头蛇平 A 一一过来接拉起接平 A 接一个 Q 减速一一过来 Q 九头蛇擦蓝刀锋 AQ 平 AW 减速你能跑我就没办法，一一过来 ，Q 一下走位。哎，往哪走了？嘿，来，俺俩秀一下子，行不行？哎，你也别走，今天，你别走啊，小伙子，你别走，你基地都要没了，你走什么玩意儿？MVP 差一点没拿到。